黑了。我已经闻到很呛鼻的狐味了，这个客人呢，他会不会闻的呀？这个门也关不上，我的妈！你看这个家里呀、啊，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不是，这有点烫啊，这个这怎么放进去？没有夹菜的那个不太行啊，这个完了，难住我了。有个问题啊，这个鱼头擦边呢、啊、这是个擦边鱼啊，嘴巴擦边无所谓的吧。你怎么拿出来呢？你现在不要问我这么高兴的问题，我刚刚吗、啊、我弯腰看到的大毛飘到我的头发了，我说怎么有一大股糊的味道、啊、我头发没了，哎呀，我的头发飘短了一大截。你看这个擦边鱼，不是它这个洞怎么真的这么大呀？这鱼关火了啊！我们等它冷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拿盘子出来。现在拿不出来，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先放着，我们先不解决。那就先做糖醋排骨呗。那行，我们先来炒糖色，中小火，小半碗的水，一点油，然后放入冰糖，把火开大，等它冒泡，我们就下排骨。OK， 一切都在计划进行中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炒糖色耶，应该不会翻车吧？是不是糖不够啊？我感觉它不够黄啊。那为什么它不变色啊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咱这也有个五分钟了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在这里炒了半个小时的泡沫吧？我这个是炒好了吗？我这个糖色，完了，它干掉了，干掉了，朋友们！哇他妈，一锅白糖，不是啊？加水，放油，哦，放油，油，妈的，粘锅了都。其实有一点变色了的，但是它。我是不是现在还得再加点油啊？这怎么办呀？这个他妈的又成一锅白糖了，油太少。你们能别笑了吗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咱现在先赶紧拯救一下这锅糖呀！我这锅糖炒了半小时了，糖放太多了。那我现在再这样子拐一点糖出来行吗？我这个已经像蒜蓉了哎，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是正常的。哎，变了变了变了，哎，有救有救，但是它怎么不融合呢？不是，完了完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倒排骨了？还没放，加水，什么他妈的加水，你他妈别蒙我，黑了。我已经闻到很呛鼻的狐味了，这个客人呢，他会不会闻的呀？这个门也关不上，哎呀，全是狐的味道，哎呀，完了，完犊子了！你看这个家里呀，完了呀！阿晨啊，阿晨，你能来帮帮我吗？赶紧倒掉，已经看不清。你快进来，把门关上。没事，很正常。窗户没开啊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说呀！啊，我操！我不行了，我让你进来是想你帮我把这个锅洗了，快，一会儿就不能洗了，快。它里面是这个糖，你快来，抓紧时间，快点，我拿不住了。好，小心烫啊！你哎呀呀呀！你把这个洗碗巾都给烫糊了。咱们这个糖色就算是没炒过啊，我们吸取教训。怎么啦？做好了没啊？马上就做好了。你们饿了吗？你们应该还没饿吧？饿吃点零食顶一顶，这里都是零食哈。啊，我们重新出发，好吧？小火了。我们准备下排骨。我烫，好跳！完了，这我感觉这个糖色也不够啊，下点姜。
再下点蒜。其实我也挺心疼今天这个客人。然后这个时候再加水，这个时候加了水之后再加一点酱油，然后再加一点醋。哇，这个味道不是我说，好鸡巴难闻啊。这个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我不知道这还能吃吗？这还是人类的食物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但是我还没撒芝麻，你等一会儿吧。蒸鱼出来鱼吃的是非常好的，加一点蒸鱼豉油，这个差不多半碗的量就可以了。今天就这三个菜。没有鱼了吗？鱼有事儿，鱼我晚上要做宵夜吃。汤呢？汤没做。好吧，那就吃饭呗。对。我没买蒸鱼豉油，我好气啊，我现在很生气啊。倒点酱油也行是吗？其实是有鱼的，其实做就不做了呀。其实是有鱼的，我逗你们玩的。你看你上当了吧。等一下啊，我先看一下这个鱼，它已经不怎么热了呢，但是油一淋的话它又热了。为什么没有刺啦刺啦刺啦的声音呢？哦，是水没烧干。哦，那就是油还不够热。这鱼是不是没救了？然后我们再加点酱油。反正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顿咱们是积累经验，这一顿有问题至少比年夜饭上有问题好。再说了，咱这顿咱也不饿，我们就不吃好了，有好东西都留给客人吃。妈妈找半天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不用给我吃。我不想吃。你不吃啊？我不想吃。那多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做给大家吃的。你不吃啊？我不饿，一般厨子做完饭都不饿了已经。我尝一块我的排骨吧，酸甜口其实是 OK 的，这是确实肉感觉有点柴。我尝一口这个鱼吧，既然都做出来了。我有点找不到人。你脚链哪脚链？好了，你拿发出来你排，比如说你排机器。哎呦，真的，不是，我就感觉我喝了一口油，而且是生油，生油。